作天作地，是不是很得意啊？把他拿捏在手里，是不是很爽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与我无关？快去掐了，快把他关了！是你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这是很严重的不适合。你以为凭借这个孩子就可以有恃无恐？你以为有了这个孩子，你就可以嫁进顾家？放手！这个孩子是故意的，不行，顾家不会认他，更不会让他出生的。你回来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